被杨森达赖皮啊？没有，就是因为像我们工作可能要擦药，你不想要的。哪是啦？只是我们工作可能会小短剧什么的，但他可能有时候想要叫我跟他一起跳舞啊，或唱歌，就比较不擅长的。那我就会开始夸说，可是师傅，就是我不太会这些，而且你想梗那么厉害。师傅，对啊，师傅，师傅，他是我，他是领我进门的、啊，领我进这个圈子的师傅、啊。哦，这样子，来示范一下你们怎么奶的。请开始。可是师傅，你也知道你进这个行业那么久，而且这么快又红起来了，而且想梗那么厉害，是跟你讲演戏要多一点，我就没有你那么厉害啊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我觉得你这很 man 的，而且你看看，你想梗随便都可以想出一个这么好笑的，不错，现在可以带过吗？为什么要给我这个？谢谢。大钱，大钱啊！给了一笔大的哈。你们这个桥段昨天排过的，给小费。没有，这没有排过。孟安，你对客户要当然啦，也不是当然啦，就是有时候就是应该是必须吧。对啊，必须，但这是百试百中啊。你是做什么业务？超跑租赁。哦，对。哦，所以说人家还租台，嗯，你租三台啦，两台偏摆我这没关系，对。有个袋子付了三台钱就开一台走。其实男生都很喜欢车子和超跑，然后其实你就讲就很简单，就说我觉得你开这台车真的很帅。然后有时候他会，比如说他跟你邀什么一些折扣，我就说真的不行，我已经给你最低了。对啊，而且邀折扣不帅。对啊，我就是说可以给你的，我就会给。你现在还是有，这是可以给你的就给你。哇塞，那男的应该哎，我先上车站着不太方便。哇，你这招很厉害，该给的会给你，该给的会给你，就是这样。依你也有失败过，怎么可能？没有，我觉得我是那一错对象，因为像我们大学常常要做一些医学的报告。然后都是全英文的医学期，然后我就看不懂啊，我就会跟学姐说，学姐你也知道我领悟力没有那么高，就我读什么就忘什么，然后说可不可以请你教教我，就陪我看，她就会说关我屁事啊，你自己白痴啊，去弄懂。跟女生在超不行，她反而更凶。这个人撒娇又打她，要咬她，要亲她，要捶她，要。啊，才不恐怖！这个是不是真的？等一下，这种打。不是，请问你咬他？对，这很重要，这很重要。啃肩膀而已，啃肩膀，啃肩膀可以。对啊，就是我喜欢吵架的时候撒娇，因为吵架说两个人都拉不下脸，冷战超久。可是吵架的时候呢，你如果女生记得加讨厌，其实就有点撒娇。我觉得男生听到讨厌就不会生气，而且你就轻轻打他那种姿势100，但力道0。没有，你错了。男生听到讨厌会更讨厌。没有，他那个讨厌不是那种讨厌。讨厌，我都有，那可以。我先去洗澡。那 OK。那好奇怪，对，就是那种嗲嗲那种。就讨厌完要加洗，我先去洗澡。你那个那不是吵架，那约炮嘛。怎么会？你要真的吵架嘛？吵到一半就约起来。去吧，就是给对方台阶下。对啊，双方都可以。我在现在很气，弄。不是这样，你演歪了。真的、哦，对，表演方式错误。孟安用手指头抠男友。哇，抠哪里？你要讲对，抠哪里？抠哪里？他如果有时候他有点生气的时候，那我就会这样，然后或是用头去钻他的胸膛。虽然说我有点大只，可是就是。对，你会不会这样穿着？哎呀，小力一点嘛！头扯，太肉气了。不是，但不管怎么样，男生都还是会觉得被女生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磨蹭那种感觉，就是就算了。对啊。那艾扎呢？你刷牙的时候从后面环抱？就是早上起来。这个很恐怖哎！啊哈！不是那种报警啊，像呕吐是轻轻的那种，就是早上他可能要刷牙，然后准备要出门，然后舍不得离开他的时候，就会从后面这样抱着他，一直黏着他，一直黏着他去做事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 Mia。 大家好，我是 Amber。 为什么他会站在那？他说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今天我们要来做生菜虾松。
黄色的油哪里？单菜快收，成功！我爱谁？哇，刚刚那首歌真的太好听了，对不对？爱的人。哇！超级好听，这个超级。我现在没你多了。不能再做下去了。4颗星，6颗星。电影与你知，他不开心，我更要陪他。尝一下什么是花椒滋味。你是忘记你，跟着水水进来吧。还是害怕想起来。你所不知道的是，我是你的珠宝窃贼。噔噔噔噔。更困难的是，下期再见喽。这里是什么留言都是骗人的，错误的。特写一下，特写一下。留言终结者，我就是老天非常厉害的大师级男主角，赤诚一下。